哦，你们都是同学，他们也是。哦，新早新早。你们会说中文吗？还听不懂啊。Hello， 就这样边端个碗到处走就行了。好、哦、，Thank you。我要加他联系方式。加了吗？有，加了 ，OK。不是啊，应该是偷渡啊，抓偷渡，你看。这中国边防在抓偷渡客啊，应该有人偷渡。前面还有两个坐不下来的，在走路在山头这里，看到没有？河口老街这里还是有点越南味的，但是穿着打扮之类的就一般了，就有点像很泥村那样子。比较漂亮的会比较少一点了，漂亮的会少一点。这越南小妹妹，哇，越南这边河边啊都种满了菜啊，都种菜，越南人啊。中国那边倒是没有种什么东西，越南这边的人啊一点土地都不浪费啊，看到没有，下面全部种满了水果蔬菜之类的。哦，还种那种风景树。越南人挺勤快的，这边的北越这边的越南人真的挺勤快啊！你看到他们一点土地都不浪费啊，全部种满了东西，全部种了东西啊。我们中国那边呢就没有人种东西啊，全部都是哦，有些人在那里种一点点芭蕉，没有人种菜，没看到那边有人种菜。这是河岸呢、啊，越南河岸这边，这里还是挺好啊，这个地方哈、啊。但是这些地砖呢、啊、比较烂了，应该很多年前，又看到这三个越南妹妹了。哦，在这里拍抖音。Hello。你会说中文吗？会呀。哦，你会啊？哎呀。你在这里拍抖音呢、啊？我是拍快手。你玩快手啊？对呀。哦。你啊，东哥，你有多少粉丝啊？16万多。哇，好厉害！没有啊。厉害，你没开直播吗？开呀、啊。也开直播啊？嗯，是的。你的 ID 多少？嗯，就是苗族的。苗族，你是苗族的、啊？是的。哦。没去你们去中国玩吗？我们刚回来。哦，你刚从中国回来啊？就是刚回来几天。哦，刚回来几天。是的。你在那边打工啊？啊，是啊，我们三个一起。哦、放假了？没有，我来玩啊。来玩？你回家玩啊？你？对呀、啊，回来玩啊。你家是就是老街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哦，拜拜。啊，现在好多越南人都玩直播了，这边特别是这边啊，抖音、快手啊，很多，真羡慕他有十几万粉丝啊！我才1万粉丝，他就十几万了，大主播，那是大主播。刚才我看到他开美颜拍那个视频啊，非常漂亮，腿非常长，我是否要买一台他？我是否要用手机拍啊？我应该用手机拍视频，拍出来确实很好看。用手机拍，用我这台丑洋相机就不行了。哎呀，下面那个菜地那里有越南人在那里，看那小水潭没有？越南人在小水池这里养了一条鱼啊，看到没有？我不知道能不能照得到，真有趣。小水池这么小就养了。好像有两条啊，一条红色的，一条黑色的，应该照不出来啊。这树林啊，越南的树林啊，我还是第一次钻这种地方。
快点啊，人家等你啊，你还在那里磨磨蹭蹭啊，这里挺多越南妹，这片树林啊。这就是越南户外的活动啊，户外活动。哇，全是这种小过子小妹妹。哎，还能找得到那两个女孩子吗？怎么不见了？他们走了，应该等得太久了，他们走了。刚才好像就在这里啊。对呀、啊。对。应该在那边的，去找一下，这里不大，去找一下人家嘛。为了你的终身幸福，快点。去前面找一下。应该在那边，还没有到。啊，很酸，这东西很酸啊。啊，吃不惯。哎 ，hello， 哎，是他吗？就是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下来去打招呼，握个手。这个东西很酸啊。那么就给我们好看。好吃吗？觉得好吃。好吃啊。这个怎么吃嘛？就直接，我觉得不好吃。你们来两个人来玩啊？哦，你们是在这里大学读书的吗？对了哦，你们都是同学，他们也是。对了。啊，你们会说中文吗？我说。他也是同学吗？他是你同学吗？他也是你同学吗？不是，这是我不知道。哦，这个不是和你一起的啊。哦。新早，新早。你们会说中文吗？他听不懂啊。Hello。这里怎么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玩的，你可以端个像他端个碗，就这样边端个碗到处走就行了。好、，Thank you。它就只有这种水果、啊？就青枣啊，很酸，好酸，很涩，有点涩口。我感觉一般一般，带他去玩，带我们去玩吗？可以带我们去玩吗 ？OK OK OK 吗 ？OK OK。啊，还有独木桥啊，这个一万五的门票还是挺值得的，掉下去下面是臭水沟啊。虽然水果很多，但是不甜。你们在哪中国？我嘛，广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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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广西重庆。哎、你认识几个？很远。你认识几个？很远。你认识广东吗？你有去过中国吗？我去。对面是中国，你有去吗？啊，我不去。哦，你不去，你。你跟谁的中文呢、啊？你们这里好多人是会中文的、啊，不厉害呀、啊。他们很多人会中国话，很多人会说中文。中文比我说的都好。哇，这里面还有好多人呢、啊，上面就是一片枣，这青枣不甜呐、啊，不像我们中国那种青枣做得很甜。哦，我不知道这片枣园有多大。这里就是中国了，你跟他去，我去岸边看一下。对面是中国。好的。你跟着他们就行了，不用管我。这里就是中国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条河下去啊，对面呢、啊、那里就是中国。大概我站的位置到对岸那里应该200米左右吧，就是中国了，因为有这棵大树挡着。可能照的不太清楚，看这枣，这青枣很多，很多青枣，
我们一个人交了15000越南盾，进来这里是可以随便吃的。这个枣园应该有这种青枣树啊，这个枣园应该有好几百棵树啊，有很大，起码有几十亩吧，20-30亩吧，30-40亩。下面还没有到尽头啊，还有很多哦，还可以继续下去啊。啊，这些越南年轻人在这里蹲的碗，每个人拿个盘子在这里吃青枣，这两个人都过不了啊。小心别摔下去，不要摔下去啊，摔下去下面是臭水沟。哦，这个地方呀，就这样的，哦，好热啊，很闷热，一点风都没有。这小少数民族的人，天啊天啊，越南的黑暗料理，今天晚上吃黑暗料理。这是琼脂啊，那些黄色的都是琼脂。还有青蛙，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吃什么。我点个牛肉。你点吧，你点。牛肉，你点什么？要吃啥？我也不知道吃啥，要不然你随便你再喊一个就行了。这个黄色的，这个是虫子啊，天！你敢吃虫子吗？我不敢。越南黑暗料理啊，这还有青蛙。你点吧，我点个牛肉。要么就点搞个鸡肉就行了，炒鸡肉。再炒鸡肉。黑暗料理，看一下它这里有啥。哦，这是那种腰，猪腰啊，猪腰。好吗？啊 ，OK， 就这样啊，炒这些。哎呀，两个人。好了，两个人。很可怜，越南人付钱。也有一些越南人带着小妹仔来吃饭了，他们都是吃青蛙，这个就是青蛙，炸的，用油炸的青蛙。你看人家越南人真的吃这个，给我一罐，我不敢吃，我不敢。给我一罐，没关系，一个，我试试。Thank you 能吃你敢不敢？他们真的吃的，谢谢你越南人给一个我吃，我试一下。还挺好吃啊，喂，很香啊，就和那个蜂蛹差不多一样，一模一样，还可以啊。越南人没有坑我，还可以，真的可以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。啊，太吞了，可以，放心吃。如果我这个视频更新出去，证明我还没有挂，放心吃。哇靠，这天啊！越南妹，啊，天哪，太棒了！这个地方好多越南妹啊，还开的摩托车啊，有一些越南仔啊，一车拉3-4个啊，根本就拉不下来，太棒了这地方！我靠，这越南仔拉这么多，真幸福啊！看，一车拉3-4个，我靠！根本就拉不下来，好看，好漂亮啊！对面的确实漂亮，有雪人。我去拍一个视频，照一下。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，这装饰的很好看。越南人对这些节日啊，仪式感很强啊，漂亮。装饰的这么漂亮，
仪式感很强。一眼看去就是这样的，漂亮。这是饭店吧？饭店。门口还挂着几棵树。啊，这个澳大小妹妹，啊，澳大小妹妹可以。安哥吗？安哥吗？安哥吗？啊，吃饭的，哎。这里是吃饭的，哦，吃牛肉的，这里是吃牛肉的，吃牛肉的啊，应该是吃牛肉的，你那里有个牛啊，现在我们刚吃饱饭了，要不然为了这个妹妹就来这里吃饭。明天我们明天晚上来这里吃吃饭。菜单怎么说啊？知道吗？说中文菜单。看一下。哇，这个澳大妹妹好漂亮。我要加她联系方式。那你加，你加，那你加。要么就进去消费啊，你。对，刚刚吃饱饭，看看有什么吃的这个。哦，16万，21万，这里消费不贵，还可以，有烤猪啊。下次人多，来带点。对，有那个鹌鹑啊，这里可以啊，这里可以啊，消费不贵，30万。你有阿罗吗？阿罗。大哥你要进去消费啊，大哥。加了吗？加了加了 ,OK。明天晚上我们有时间再来吃饭。再放大一放好多呀。OK。OK, 拜拜谢谢啊，谢谢OK 哎，你行你可以可以的吗？妥妥的又喜欢啦，你没有订机票吧？订了机票你把裤子脱了干嘛？屌，你不是失业了吗？明天晚上我们来这里吃饭。对，那你明天早上来这里吃饭吃一顿。早上他开。今天晚上吃宵夜也行。哦。你不能失业啊！你在女神面前失业不好吧，大哥？啊，晚一点过来吃点宵夜啊！要不然你放过别人过去了。我们10点钟过来吃一点。对。这个女的，我想本来我想加的，你加了我就让你加了算了。没事。一场兄弟，我不会跟你争的。女人吗？越南大把。不是啊，应该是偷渡啊，抓偷渡，你看。这中国边防在抓偷渡客啊，应该有人偷渡。看好，一会抓到了。这肯定是偷抓渡偷渡的。对，就照边上啊，肯定有人啊，肯定有人偷渡。今天晚上看到没？现在还有人偷渡。监控发现了。对，全是那种红外线这里。我靠！你们越南不管吧？你们越南。抓不到这个人了，哎，就照那边，
看不到了，他这个船太快了。小了又。啊，应该是中国边防啊，不是越南，越南才不管你。我靠，这越南人真幸福啊！天哪，这样玩都行，本地人就是玩的这么奔放。前面还有两个坐不下来的，在走路在山头边，这完全在野外啊，完全在野外啊。天哪，这种地方，看，这地方完全在野外。靠，这里，哇靠，这个越南仔要打两个，跟他们认识的，天哪，这太牛逼了。有两个没车坐，现在我在中国对面了，对面是中国虎口，这里是越南了，你看一下越南年轻人的娱乐方式，在这里喝点水啊，看东唱卡拉 OK， 在这种山卡拉唱卡拉 OK 啊，都是一些年轻人的娱乐方式啊，很爽啊，这里他们看的看到没有，虎口县。妇幼保健院对面就是中国了，这里是他们的娱乐场所，这里是一个山头还没有开发的，很爽很有趣啊，这地方他们玩得很开心呢、前面已经是山区了，虽然有版权也拍一下了挺有趣的，这里女孩子就是多。我们喝水喝的太多了，要不然就在这里坐一下，下期过来这里玩一下。这是越南本地人的消费娱乐场所啊，一边唱卡拉 OK， 露天的卡拉 OK 啊。Hello。对面就是中国。这里就是酒吧的吧台了，酒吧的吧台老板。还是挺好听的，这女的唱歌，这女孩子唱歌真的不错唱了。越南的年轻人啊，带女朋友就来这种地方。这边的男孩子我感觉比胡志明那边的男孩子好多了。因为这边的男孩子啊，不会让女孩子喝西北风，几乎啊都会带他们来这边呢、啊，点杯水喝一下。胡志明那边的男孩子啊，直接请越南妹喝西北风。这种娱乐方式啊，就像我们中国70年代、80年代那样，应该是直接在这种。山头唱 K， 亚洲主题酒店，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故事啊。这种地方看起来就像一场，这里做什么坏事一样，就像中国以前啊，那种小赌场啊，就。那种野外的小赌场一样，对，就在野外呢。都拿了一个大音响，看到没有？都有音响，还有酒水卖。我靠，这首叫什么歌？一个人听见吧。我忘了。叫什么歌名？送你草山，我风雪也是那种。那个吧，台湾歌。我不知道，忘了什么歌名。哦，啊，对，手放开，李圣杰的那首歌。冰雨吗？刘德华唱的冰雨。不是。
手放开，你上节唱的。对，台湾的歌手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我这里下去。看一下啊，像，看一下还有的剪的吗？你是以为呢？还能认识一两个吗？有可能有妹子出来哭啊，捡漏啊，像黄建湖一样哭啊。他那个视频，他做一期在黄建湖哭啊，出来捡漏啊。能捡到路吗？你看你的运气啊。就看运气的。是啊。那这里有一个大妈。有一个大妈坐。搞定他。搞定他。还有一个疯婆子流浪的，你也去搞定他。我靠。这个老哥是中国的吗？被人家扔在垃圾堆这里了。这老哥有点像是中国的。我靠，扔在这垃圾堆这里了，在这野外看到这一幕有点震惊啊。唉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唉，爱情还是奢侈的，这里很多垃圾。这帅哥也挺帅的，长得也眉清目秀的，哎，很可惜，被人家扔来这里啊，很可惜，扔来这垃圾堆这里。如果感情不出现问题，肯定不会把这些结婚照片啊扔在这里的，应该感情破裂了。边境这边的感情啊，有点脆弱。